近日，一则由浦东交警官微倡导的合适开门法在朋友圈中引发众多市民共鸣。你知道什么是合适开门法吗？就是用离车门最远的那只手开关车门，也就是左驾用右手开，右驾用左手开。据悉，这是荷兰人发明的叫做 Dutch Reach 的开车门法。因为在自行车王国荷兰，脚踏车比人口还要多，为了避免开关车门引发的交通事故，驾校里就会要求学员遵守这个开门法则。这种开车门的方式真的有用吗？据浦东交警车宣大队民警介绍，驾驶员在开门时仅仅通过后视镜转头查看，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视觉盲区，而一旦驾驶员未注意到后方就打开车门，极有可能与后方骑行而来的非机动车发生事故。而当你采用合适开门时，驾驶员的上半身会自然而然地转动，头部和肩膀就会自然地向外看，这个完整的动作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发生。合适开门法的核心，右手开门，侧肩转头，微开车门，仔细观察，一个小小的举动会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快学起来吧。